通过式钻孔中心 KD-808 高效四面钻孔，手持触摸操作屏，轻松调试各机构动作， X 轴 Y 轴最高移动速度皆为100米每分钟， Z 轴为30米每分钟，配置92个独立加工钻轴，垂直钻76个，水平钻16个，实现高效钻孔。可选配智能扫码装置，扫码自动获取孔位信息。加工区域输送采用伺服控制，实现板件快速输送和加工预定位。进出滚筒分段控制，配合加工区前缓存区，实现多板件预定位进料，缩短板件送料时间。精密齿轮齿条传动机构，高速稳定运行。伺服侧靠装置，根据板材宽度快速定位，精确完成定位靠齐动作。可选配高精密板宽光学检测装置，当尺寸出现误差时，可停止板材输送并报警提示。工件长度大于1300毫米，双龙门同时加工一块板件。内嵌加工路径优化算法，智能选择最优加工路径。工件长度小于1300毫米，双龙门同步加工两块板件。多段缓存出料，完工板件依次排队出料。应用案例：柔性数控钻分拣连线。按工艺进行分流，实现高效钻孔加工。快速出料，由机器人完成自动分拣板件至书架，降低人工成本。